啊，不然你不要安逸啊，你就过来给我打，你就不会安逸了啦。你去哪里？我告诉你。但也可以。我告诉我，我就丢了。爽，运气这么好。还没买赛。对啊，你趴在那个，我刚好在那个停车场这边，刚讲完而已，就是你有运气那么好了，因为那根本不会知道那个人是谁说。不知道啊。